作，小李吧，拍戏吗？都可以。啊，那我觉得小李应该不会跟你唱歌。和我走秀也行。我的天，国际的秀场上，你最想走的一场秀是什么？最想走，走不到，其实已经走过了。哇，开场吗？觉得自己如果是分类的话，其实是犬系少年是吗？嗯，都有吧，都有。大猫系少年，叫狮子老虎大猫系。你是什么血型的呀 ？AB。A B 型啊，对 ，A B 型，那你什么星座啊？金牛座，上升呢？双子。上升双子座 A B 型，那就是一个特别抠的精神分裂患者。为什么要加上特别抠呢？就金牛座是，其实你真的不懂金牛座，就是又犟又倔，然后脾气还大，然后还抠，然后还精神分裂。其实吧，就是看哪个我出来了。坐我的床，出去之后就是在外面肯定会身上都是那个灰尘吧之类的，但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宿舍，因为我们摄影师是和我们一起住的，然后他养了一只猫，就每当猫跑出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猫就特别喜欢进我的房间，那个猫它就会跳到我的床上。每次我看他那猫跳到我的床上，那个小爪印子搁那啪啪跑，我就想，对不起，我看摄影师现在好像脸色有点变了。我觉得他，因为我觉得情人节你肯定是要送礼物的，但是如果说就是一个女生会给你一直会张口要，我觉得不太好的，因为我可能就是喜欢，就是你不张嘴我也会送给你，对吧？是正在采访我这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之后有机会可以，就是过得很好的话，那么当初我做这个决定也是他帮我做。哇，那这个人真的肯定特别帅。也没有，帅倒没有。其实就是行行都不容易吧，因为之前我觉着。就一些已经做的挺成功的一些男团或者男团女团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挺轻松的，就做这个行业。但是真的你去这一年去体验这个的时候，才发现啊，就是他们真的是啊，这个之前对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，因为我之前对舞蹈这个真的是。对，就是这个。然后但是也一直练，就练得特别特别辛苦。其实真的有想过，因为当时大家一起跳嘛，然后我就身高挺高的，之前也没学过，就是特别努力在练，可能就方式方法不对，就压到这个膝盖，就是对。其实那时候看他们每天去上课去跳舞，就自己心里边其实挺难受的，就是半年之前吧，然后公司就有问过我们说要不要现在就出道，但当时就是被我们给拒绝了，因为我首先我是觉得就是我做这个，然后做这行不是说只是想去做一个就长得还行，然后身材还行，然后条件还行，就是让别人看到啊，跳舞很厉害，唱歌很厉害，然后各种很厉害，是一个实力派的，可以走得更长远的一个艺人吧。